希望大家能够和平友好，真的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台湾人民啊，首先我想说，就是从心里的话，我还是觉得咱们是一家人。但是就是如果他们有就是自己独立的一些想法，我觉得这是值得被尊重和值得被认可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也必须得表达。至于说结果怎么样，那是政治层面上的事情。